氧气是在18世纪发现的，那18世纪前的人是怎么呼吸的呢？是发现，不是发明。之前每天都有月经，最近几天却没有了。妮娜，我是不是要当爸爸了？那是你痔疮好了。妮娜，你为什么戴假发？你是不是秃子？谁是秃子呀？我只是懒得天天打理头发，所以才戴假发的，好吧？我以前老烫染，头发受损那叫一个严重啊，老断发还贴头皮。后来有一姐妹就是给我推荐了这个叫什么施华蔻的一个护发精油，哎，发质修护的就好多了。之前用的那些都是乳液的，很少用精华类的。小分子精油流动性强，可以迅速遮盖发丝表面，一抓很快它就吸收了，上手也不黏腻，挺轻盈的，不能滋养秀发，顺滑而且还挺蓬松的哈。味儿挺好闻，有种甜甜暖暖的那种无花果味儿。快看看现在的小卷毛，健康又有光泽，咱们得好好保护头发。